谢谢他们等你十八年呢、啊。哎，不是，生日一鞠躬，头不用那么低，因为这样。五月二十三号演唱会见，在 TICC 的爱戴演唱会。你知道我现在记录是65嘛一鞠，因为我个子其实也才157公分。哇，你可以举到65，我也觉得没有65哎。那我可以举，举把我老公举起来。你是意思要娶我老公吗？那如果真的可以的话，我可以考虑演唱会让你把我老公娶进来。真的吗？你说真的吗？我是可以把他娶进来的。你是说演唱会是不是？不行啊，真的会被我吓到啊！只可惜你不在，然后一个人在下面这样拉起来。有想要请他们做什么样的姿势？张楠非常感谢，因为他产后第一次付出就献给我。而且六六真的很可爱，又帅又大气，就是一个，我看到他的 baby， 我就真的好像生一个蛮好的，但是要找到一个像傣楼一样的好男人才行。赶快请他介绍啊！有在稍微跟他传简讯说说一下了，因为我喜欢交朋友，我觉得先不要以。设限自己说我是要以真的找老公的方向去走，我觉得先从朋友开始当起最好。